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牙一口甜甜豆呀。小铃铛，打个招呼。嘿，小伙伴们，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接下来我们的这张地图是一张趣味生存地图，叫做100倍生存。嗯，感谢小伙伴们的收看。继上一张那个咱们之前玩过的那个10倍生存地图啊、这样跟小伙伴们解释吧，完成完这地图好像就出问题了。就玩不下去了，所以我跟果丹呢今天就为大家带来这个100倍掉落生存。好的，也是你们那个要求咱们玩这张地图的，来吧，咱们直接开始生存吧。好的，100倍掉落生存应该那个咱们撸下来看着是一个，然后捡到背包里面就是100分。我身上已经有那个100个红杉木了。咱们现在身处的地形是那个红树林，红树林的话它会有一定几率刷那个什么迅猛龙的。好的，哥哥你看看，你看你捡一下。怎么了？啥情况？怎么回事啊？不是你丢出去的东西怎么复制一整背包了？一组，我丢的一组，他应该就复制一组的，就是6400个吧。我去，你想想看，要是咱们挖到一块钻石，然后再把一组的钻石丢出去，咱们，我的天，咱们想要用钻石搭房子的梦想，感觉下一秒就可以实现啊。是的呢。快，先开启咱们的生存那个，等一下啊，咱们先做下工具，做下工具那个，直接下矿。我觉得需要点吃的，所以我要把这只羊给打死。打死？对呀。把羊给打死？对呀，够了。好了，那个我看一下，做点木板，咱们得找一处岩浆啊，得找一处岩浆，不然的话咱们丢出去的东西都被他那个，我的妈呀。哎，还好这个稿子单个的东西它不会复制。哎，单个的吗？不会复制啊。我刚做稿子的时候那个背包是满的，它掉落在地上，我捡回来还是2把。是的，因为背包满了肯定就不能复制了。找个地方咱们直接挖下去。你跑哪去了？这周围有矿坑吗？没有，我哎，面包，这罐子，罐子，哎呦，商人，你可以找他那个，哎，前面有个屠夫，野果，哥哥，哪里可以弄到野果呀？快点，咱们找地方下去，已经刷怪了，好吧？我龙。你别引过来，咱们要是，咱们要是有鸡腿的话，就可以直接把它驯服了。我有羊肉，没有鸡腿。他只钟爱鸡腿的。好吧，这边有鸡窝，应该有鸡腿的，只是这边好像，哥哥我搭个房子吧，我们先住起来吧。我不管你，反正我先下矿了。你下吧，我到这边搭个小房子。再继续往下挖，哎，煤炭，漂亮！哇，我是背包里面的东西，我要捡煤炭，做点火把。完了，这样丢不行，要丢远一点。这里还有煤炭，你先下来，先来我这位置。看一下咱们第一期能不能挖到钻石啊？算是一个生存挑战吧。看一下咱们两个谁先挖到钻石啊？好的，我直接从这里往下挖了。现在高度看一下，高度的话53，我的天，还早得很呢。咱们暂停一下吧。好的。钻石！等，我烧铁！周围有铁矿吗？有看到铁矿吗？这里还有金，
下哥哥，周围有没有铁矿？周围应该有铁矿的，我刚来的时候看到了。这个，哎，这个是什么矿？这个是煤炭，煤炭。先把铁烧一下，做炉子，做炉子。先做炉子。这有铁，这有铁，我看到了。一个铁就行了。丢出去一个。OK， 做个炉子，快，把炉子摆上。哎，铁呢？把铁丢进去烧，做把镐子。东西实在太多了，我的天哪！啊，咱们第一期就可以那个拥有一整背包的钻石了。是的，一整背包的钻石块了，箱子再多做一些。很多，已经有一组了，摆不下了，不知道摆到哪里去。在做箱子呀。啊。哎，好多箱子。哎，我的铁呢？放哪烧去了？哦，这。好，我可以做铁镐了。钻石我来了，小钻石，我要来挖你了哟！准备好让我挖了吗？我烧点吃的。等，确认一下下面有没有岩浆？哎，没有岩浆。哈！煤炭呢？哎，有个怪过来了，打死他！想抢我的钻石，抢我的钻石是吧？我打死你！这奇怪的肘子好多。来，果冻，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准备好了。啊！满背包的钻石，来，快捡！太多了吧！我想做成钻石块先。嗯啊。嗯啊，做钻石块，钻石块，等，这个钻石，你做钻石块吧，我把钻石全都给它存进去。哥哥，我觉得这个做钻石块做永远都做不完，捡不完的。来丢一组钻石块给我，快丢一组给我，丢一组给我。哈！我就是全世界最有钱的男人，我告诉你们，下一期咱们就用钻石来搭房子，钻石块来搭房子，连地面都要用钻石块来铺，床也要钻石块做的，钻石块做不了房子吧？做不了床吧？来吧，咱们已经完成了那个咱们的目标，就先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嗯，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那么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